揾多一兩個資深啲嘅幼聯軍咧教一教佢，咁佢都肯學嘅。因為有時佢學嘢就比較，佢應該學得到嘅，但係好實好心散。即係打兩打佢就冇乜心機再繼續學啦。咁唯有我哋就揾多兩個，譬如有啲隊長得嘅，或者隊副得嘅，咁揾兩個人幫手啊。咁我覺得個效果應該可以行得通。